美容医学的重点是透过治疗疤痕、皮肤松弛、皱纹、痣、黄褐斑、多余脂肪、脂肪团、多余的毛发、皮肤变色和蜘蛛静脉等病症来改变美容外观。美容医学的重点是透过治疗疤痕、皮肤松弛、皱纹、痣、黄褐斑、多余脂肪、脂肪团、多余的毛发、皮肤变色和蜘蛛静脉等病症来改变美容外观。